啊，大家好，Joyce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给大家看一个18万起的社区，现在20万以下的新房是很难找到的。这个社区呢，位于 KT， 有40尺面宽和50尺面宽的可以选择。价格呢，包括了所有的升级。样板房所看到的就是实际的交房标准，地税呢是3.54，物业管理费是750一年。啊，下面跟我一起来看看吧。这个小区离中国城30多分钟，到亚洲城18分钟，靠近 Grand Parkway。 小区是1月份才开盘的，目前有少量在建期房，5月份可以交房。新盘首期开盘往往是价格最低的，如果你对这样的有升值潜力的新盘感兴趣的话，请接着看下去吧。今天看的这个户型是2086平方英尺，3房2卫2车库，加个书房，售价是249,990。这边是一个次卧，这是共用的洗手间。这边是另一个次卧。这人站着的地方是车库的位置，目前是售楼办公室。这边是客厅，这边过来是一个书房。往里走是主卧。目前所看到的就是交房标准，不需要进行任何升级，包括了智能门铃、智能门锁、智能温控。价格是升级完后的价格。小区的物业管理费是750一年，地税是3.54。学校是很好的 KT 学区，小学是新建的，目前没有评分。初中和高中是8分和7分，相信小学的评分也不会差啊。这边是厨房、餐厅、客厅的开放式空间，厨房还配备了中岛。里面进来是洗衣房，整个小区就一个建商，有40尺面宽和50尺面宽的可以选择，价格从18万到27万。面积呢，从1174到2721平方英尺。这个建商是三面赚钱的，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。怎么样，大家喜欢这个户型吗？如果想要了解其他更多户型，请在下方给我留言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关注我，